下个走心啊、哦！想当年我调戏别人，没想到今天会被老板调戏。顺子，你先不走了，走点心可以吧？不过分吧？哦，行行行，那、啊、老板，好吧，给你发了，给你发了。嗯。哎呦！嗯，这是你啊？这真是你啊？能开吗？能，哎。能开。等会儿，这真是你啊？啊，你这边招技师吧。哈哈哈！招呀，招你这样的，啊，招你这样的呀。老板，你多大了？我这边服务年龄的话，有要求的，不能超过30岁。你建议富婆就比你大4岁吗？我不介意啊，不介意啊。嗯，那这样吧，我们来点赌注行不行？你要赌，你要就这晚如果赢了，啊，你可以提个要求。啊，对，这样吧，就第一把了，先不要过分吧。啊、第一把了，如果这把你赢了，啊、我给你点外卖，你随便吃，给你点奶茶，什么都行，随便你想吃什么，或者你吃饭了没？中午饭也行，下午饭也行啊。啊如果我输了、啊，你就给我发一点儿啊，就是。啊，再诱人一点的照片啊！这个也嗯嗯，对，反正出在羊毛出在羊身上啊，我也得薅一点。嗯，我可以给你看我健身房照片。说实话，我在健身房那么久，我都没见过，就像你这样身材这么好，长得又好的，对，长得又好看，我干干净净的，白白净净的。哦，你平时也健身啊？对，健身。备好你的墓志铭吧。你平时一般健哪里啊？减肥吗？臀部。为什么要健臀部呢？我想练蜜桃臀，因为我屁股比较大。为什么屁股比较大呢？是因为坐多了吗？是坐在凳子上坐多了？不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天生的，就我腿很细，对，我天生就，然后就比较好练臀嘛。那这身材马甲线练不出来，太那这身材不挺好的，为什么还要练呢？再来做坟墓如何？聊天更重要。你健身吗？还是你平常就靠这个按摩就健身了？按摩咋健身是？我也想知道按摩是怎么健身。之前有也去健身房锻炼的。我的所为是正义的。你每天给富婆按几个小时啊？按到睡着吗？按到睡着吗？陪睡不？啊，那肯定，那不能搞了。哦，我以为说那肯定的，全套的呀。老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老板你干过呀？我喜欢啊，没有，啥呀？嗯，说人话。我必须挖下去。我是哪种、啊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？就感觉，虽然你做的这个职业就听起来让人觉得可能就很不正经，但你是。但是你没有说为了钱不睡呀、啊，因为这种行业里其实花花东西都很多的。这是我的底线，老板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看，你要是真的是做了那些事儿的话，也就不会缺钱了。不缺钱也不会来做陪玩啊，对不对？做这个不就是也为了赚一点点零花钱或者怎么怎么样？根本原因是不是想遇到富婆呀？干这个根本原因是不是？能遇到富婆呀，老板被你发现了。打游戏啊、我这5块钱其实不赚钱的，就是想。我也发现了，你其实就是为了认识更多有钱的吧？就想开发点老板啊。嗯。哎，那我比较好奇，你认识到富婆吗？有啊，认识的。我之前认识一个开矿的，家里有矿的。可以啊。然后呢？然后。下海了呗。然后就是，下海干啥？没下海、啊，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有没有坐船或者坐啥去人家那儿坐飞机啥的？那没有，我正经的老板，不会就姐这不深入不接线下按摩吗？那不接的，那不接线下按摩搁哪儿按呀？搁在专门的店里按呀？啊，上门呢。同城方案啊，那不就是不能，这不是买机票让你过来按一下不行呗？同城方案，
就我的意思是给你买机票这种，然后富婆给你买机票让你过去帮他按一下不行吗？人家父亲富婆来回飞机票都给你包呀。逃避我的话题。没有，你中路有压力跟我说一下，我帮你啊，我推塔了。行，好，中路不见了，该是下路有压力了，去下了。他死了。根本不是我的爆发的。挖坟的，这不是带着那个可丑可丑的老婆那个吗？我这英雄很强吗？我都他妈说了，我都说了下去了。干嘛呀，兄弟？好，我上路快一塔了，上路。我上路快一塔了，又来了。这人又给这小法送了 buff。看嘛呀，可以牛逼。还好吧老板，我单杀了小法的。单杀了吗？快夸我。玩的好呀，单杀了，然后我被，然后是吧，有奖励吗？有奖励。奖励你，奖励你一个大逼兜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你这样还能有人找你了？不能仗着仗着长得好看啊，不能仗着长得好看身材好就这样啊，为所欲为啊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嗯，这把这把下路怎么突然打得过了？奖励我一个么么哒吧，好吗？你奖励我一个么么哒，我就再杀他一次。那你再杀他一次，我看一下。那你奖励我个么么哒啊。不是暴君。啥了？快奖励我的么么哒的。快点，哪有骗老板的啊？么么哒么么哒，还没有人敢骗我。稍微有点敷衍，但是也能接受啊。希望下一个走点心行吗？啊，行行，下个走心啊。当年我调戏别人，没想到今天会被老板调戏。现在就先不走了，走点心可以吧？不过分吧。啊，行行行，完了完了，看见这倒霉孩子，我双杀了，这么屌吗？快夸我，中亚了，但这波，这波因为我反手控两个，你们没看到？这太强了，老板。哎，这个不行不行，这点不够不够，还得再来一点。原来不是因为你辅助玩的不行，原来你中路太厉害了。不行不行，快，人家么么哒呢，么么哒呢，刚说好的么么哒呢。老板，你就花5块钱，你还要调戏我？我这太亏了，我这太亏了。你要吃什么点？直接发给我，你加我，发什么吃什么，我给你买。不行，那么么哒必须得到手。我这太亏了。行，么么哒，血赚好吗？这波。我这么喜欢你，你这波不是血赚吗？他在追我，反杀他了。诺手能杀吗？已经死了。谁在追你啊，王八蛋！我的宝，你过来。王八蛋！他给我杀了。他给我杀了，我抱歉了。哎，他跑太快了。没事，死了，赶紧先把刚才我的么么哒还我。妈呀，我现在说话都不整事儿是吧？老板，你别撩我了，你撩我，我还是单身呢。你撩我的话，等下给你撩的不要不要的了啊。单身好呀，我也单身。我把我妈叫过来，问问让我妈问问你愿不愿意。你不想当上门女婿，我也可以上门。我去下路带线了，老板。不，去什么下路？先问上不上门。去哪里？去什么下路？老板，我这个我是技术陪玩，我这边包卖艺不卖身啊。那咱今天就改一改，没事，我就馋你身子，卖不卖艺不重要，有没有艺不重要。卖艺不卖身啊，卖艺不卖身。上路带我。我发现你好可爱呀，你你一哑口无言的时候要清清嗓子壮壮胆吗？啊？没有，喉咙不舒服。清清嗓。感冒了吗？
我不是，你跟我说你热感冒还是冷感冒，还是有点咽炎还是什么了？你是护士啊？那我问一下，我有点咽炎。慢性咽炎吗？还是季节性咽炎？如果慢性咽炎的话，没用啊，千万不要去买什么蔓延舒宁啊这种东西，骗人的，一点毛用都没有。我 rampage 了，快夸我，快听听，网吧在抢我头，这什么东西？差评。这王八蛋，谁弄你了？妈，这傻屌抢我头，他又抢我头，你玩不玩得起了？你玩不玩游戏了？谁抢你头啊？我必须骂他。男枪，男枪居然抢你头，过分了。他 K 我俩头，我超神的头。他刚才还想抢我的峡谷先锋，你知道吗？那老板，我看一下啊。我拿个蓝，你要蓝吗？你拿吧，我去拿我们家的，都给你，我都可以给你啊！不行，我妈在呢，我妈瞪我，我妈不是买衣服去了吗？你没去吗？你不是逛街去的吗？你去嘛，逛街去嘛，搞点清凉的。老板认识你这么久了，我的人头又被 K 了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咋叫你呢？叫我 B 姐。叫你 B 为什么叫你 B 姐呢？因为我喜欢那个古惑仔。哦，那大 B 哥那叫还我特别喜欢大 B 姐吗？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想给我一个大 B 兜的感觉？不是，哎，这个龟，这什么龟啊？跑这么快，拜拜。对对，去杀火男别杀我，拜拜。你能跑吗？就其实我很喜欢吴君如演的那个角色啊，但我更喜欢山鸡。你要叫小鸡吗？你叫不叫小鸡？我叫你小鸡怎么样？哎，真的，你想叫啥就叫啥吗？那叫宝贝行吗？老板，你在带露骨的，你又占我便宜啊！宝贝，快买吃的，你别饿着了，我心疼。快，等会儿赶紧打完了，我给你买好吃的。我放峡谷了。喝了我的奶茶，你就是我的崽了，可以吗？喝了我的奶茶，我还给你买奶茶，你喝了我的奶茶就做我的崽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，这波简直血赚。血赚。哇，我这波伤害没够，没秒掉，你看到了没？我 Q 到两个了，看到了。宝贝，我猛吗？老板，你又占我便宜干嘛？我就五块钱单价，你还占我便宜，干嘛呢？没事，加钱，这事儿，加钱就行是吗？加钱，加钱呀、啊，也不是不行啊。哎，加钱。能加钱解决的事儿，多大点事儿？能加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啊！你这光辉太强了，你看你一玩光辉，我们就打得太简单了。不，主要是你的照片太行了，可太可了，你的照片太行了，就我可太喜欢了。我的宝，我要超神了，宝贝，快夸我，么么哒呢，么么哒呢。干嘛呀，老板？么么哒呀！有啥呀？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妈呀！这有种那种逼良为娼的感觉，你不要老是问我，搞得我跟个淫棍似的。没有。你搞得我好像那个大淫棍似的，你不、啊、干啥呀？别动手啊！干啥呀？你就给我那种感觉。我不是喜欢你吗？我要不喜欢你就不会这样了呀。